你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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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 you speak English? No. 你喜欢普通男孩子还是喜欢渣男？学会喜欢渣男了，对吧？这样的问题。花真香，哎，花真香。当然了，学会喜欢渣男呀。因为渣男知道去心疼女朋友呀。但是渣男他不专心呀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喜欢一个关心我们、爱我们的人，但是也希望有一个专一的人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男孩子？我喜欢很温柔一点的，然后会打篮球、个子高一点的。我看中国女孩子很喜欢就是打篮球的男孩子。对。为啥？阳刚。你呀？个子高嘛。我喜欢肌肉男。肌肉男孩子？为什么喜欢肌肉男子？因为很有力量。你喜欢什么样子类型的男孩子？我觉得爱运动，会足球的话就比较好，因为我比较喜欢足球。我都可以，我弟弟哥哥都可以接受。喜欢胖的还是瘦的？就看一下感觉吧，有感觉就在一起，没感觉长得再好看也不喜欢，对吧？节日会送礼物，像那些小节日就没必要，我觉得。就是我也不会送他礼物的，所以都是一个相互的过程。没有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，得看两个人的观点。如果是其实没有特别的必要过的话，其实就是过中国的节日就好了， 不需要过那些什么白色情人节、黑色情人节、粉红色情人节，那些都太多了，太过于。觉得我要的就是他平时对我好就可以了。其实有些节日过不过都一样，就看他平时表现怎么样。如果他平时表现好的话，有些节日根本就不需要，因为节日的时候和平时的时候都是一样的。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医生，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，没有介绍吗？哎呦，你追他的还是他追你的？互相喜欢的。对。怎么追的？送礼物追的吗？还是什么？没，这就是投缘嘛。我以为是每一个奶茶就是直接追上了。没有。有没有男朋友？哦，我有了。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你有男朋友是吧？谁追谁的？我男朋友追我的。怎么追的？我们是高中同学，然后高考完以后他就给我到微信上表白了。花真香，哎，花真香，哎，花真香，哎。你呢？我没有。没，还没考虑吗？我觉得费钱费劲的。谁追谁的？我追他的。你感觉是他怎么样？我感觉他很实在。你们谈了几年？我们大一谈的。大一谈的。对。对。那你现在是大几啊？我还在大一。还在大一啊？对。有没有男朋友？有还是没有呢？有还是没有？是怎么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可以。在想找一个帅哥是吧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啊？你这么漂亮，就是身材也这么好看，怎么没？人看上我？没人看上你，还是你要求比较高？那不是，要求不高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天水那边的。我们这边通常都是6到8万。八万。人民币。那晚你们两个就是一起就是有结果的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就是看双方家长的意愿。对，就是其实彩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意。哇，